지금 실례지만
封存保存，封存好迄个所在，吼，迄个叫做一本，吼，一本要上万字，交即个即段咧，等于是迄个本写写，啊，万字咧为一本，吼，为人伫即个自性内底，敢若亲像因讲诶，人灵常清净，天地色该归，吼。老师有咧做一段一个评语是安尼讲，即心情境虽然是啊道德天尊都是讲的，吼、哦，但是咧老师喏做一个评语，讲咱人的自性啊，哦普通是凭即个心情境是安尼，讲咱人的那保持到清净，哦连天地拢爱归入伊的自性当中，哦所以讲道在天台，哦。哦，迄、那个无明代，哦，迄说影响无数代，伫着圣经内底有讲，就是咱的祖先哦嘛是算大的其中之一，数代其中之一。所以讲呢，老师讲你若清净到极点，就是佛啦，就是佛咯。哦，哦，叫这个清净不磨合，你个精是无共款机，但是呢，异曲同工之妙。哦，这敢毋是佛，这嘛是佛啦。但是咱若会当达成到安尼，哦，一知见性咧，见性成佛。所以讲咧，这个法门内底，这个叫做啥？顿教，顿教啊，这个法门顿，直接一知见性的一个法门。哦，迄叫做啥？最上乘的一个法门。就甲《法华经》讲的讲，羊车、牛车、鹿车，羊车、鹿车、牛车。哦，那么你要选一对两台车，哦，啊，佫有一台啥物车？白牛车。啊，白牛车，伊迄只是一个比如，佛陀伊咧讲金刚经，哦，讲咧啊，啊，迄受记，迄嘛是咱得名师得到伊个真谛，叫做印性受记，哦，得到就对啦吼。虽然得到是有所得无外种小妙，那得到。哦，即清净经内底嘛有讲，吼，哦，当然咱咱有所着，但是咧，羊车、车落车的当中咧，伊即就是小乘、中乘、大乘，但是即咱会当互你会当超生死脱轮回一个法门，即是宽生死法，佛陀为着要引领、带领着兄弟姊妹当中进入最上乘，会当。会当去得到迄、那个啊、哦，不止法门，迄、那个白牛车，迄、那个法门最上乘的法门。所以讲不得不，那着啥因为啊，众生根器无共款，所以讲因为像你有小蛇、中蛇、大蛇安尼分。但是呢，哦，今仔一分的当中，哦，伊无法通接受，哦，伊唔肯来接受即个最上乘的法门，啊，无法通了解最上。无法度叫伊契机，吼，无叫无法度叫伊心明心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咧嘛无法度咧，吼、哦，锻炼伊会当离开这个超生死脱轮回这个苦海当中，所以讲咧伊当着伊宽赦，吼、哦，不得不咱讲这三法，这是宽赦之法，咱来了解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咧伊宽的当中，事实啊，叫咱啊孔老师。伊伫论语，像咱即摆拜六有论语，论语嘛爱学，吼、哦，论语内底嘛足重要，吼、哦，哦，论语呀，吼、哦，论语，伊嘛讲，中上人可以居上，中下人不可以居上，吼、哦，就是啥，哦，就是啥，咱就是讲吼，伊中下阶层的人，你袂当讲着，吼、哦，较深的道理来听，因为你听着。啊！伊会当接受得到反效果，吼、哦、对。到咱这六祖，咱能够继续研究后壁伊就讲，像迄大雨啊，就是讲菩提啦。做咧比如啊，哦，迄大消，迄消根消气小草，哦，细丛草啊，迄啊世界之道，哦，伊无法通接受啊。哦，迄大雨就等于迄大法最上乘的法门。但是，迄大根器的人，伊会当得到好啊收益，像迄大樟树啊些啥，伊会当得到迄个利益，非常的好啊。哦，伊拄着大雨的时阵，伊袂倒落啊。像你看迄山顶，
哦，咱一家去迄个啥溪头，哦，迄树仔拢大啊，足水哦，有无吼？逐丛，吼，直郁郁，吼，迄伊咧森林诶，感觉森林里，吼，感觉依然是的，吼，感觉我袂当待遐尔，待遐实实诶，知吼？啊，可以当运动吼，哦，安尼感觉对咱身体做有大诶帮助。所以讲，你看迄树木吼，伫迄环境当中较无污染，啊，伫迄大自然诶环境之下。大家哦，也无人甲啊落水，也无人甲怎样，咱去大家有发展哦，所以讲咧，吸收迄个日光的精华，而且哦无污染一个空气内底哦，受着迄个污染的滋润，大家作变作无性诶，搁安尼哦，大足久安尼对啦哦，所以讲咧，咱来当理解啥咧，理解。哦，即、这个发物滋润之下，咱哪会当是咧树木安大啊啥物？敢是安尼？所以讲一定爱，哦，若讲哦开垦有益，咱一定爱勤勤俭，哦勤勤俭。啊，其实勤俭就是咧啥？对称啊，咧根基啊。无讲根基，根基安怎来？啊，无会讲啊读经史册安怎读来？在过去当中，可能无一半，无可能较无即个学术，较早咧就。哦，人咧，咧上古考教的当中，过古早时代啦吼，可能拢考四书，哦，五经迄个物件尔，哦，若要讲也是安尼，哦，我看迄个咱迄个节目段，其实咱老师，哦，咱节目部分，伊伫迄个哦过去的时阵，伊阵细汉时，伊讲上着叫做李修言，伊还袂出家时，哦，伊着拢上个时。哦，迄个四书五经读到安尼滚瓜烂熟，较早伊就是用接受这个经典经卷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哦，有一个哦，迄道家吼有两个师傅，讲要来度迄个咱老师。啊，你因为老师讲吼，你若当甲考哦，对，我就让你度。啊，考袂得，考袂得啊！老师伊哩，哦，伊迄阵迄个哦，伊虽然是啊未出家，但是伊。学会做好啊，吼、哦，事实是安尼。所以讲，咱一定爱勤勤勤俭，甚至孝敬嘛做好啊。吼、哦，这是一个比如，吼、哦，因为受孝敬的当中是啥？曾子交孔老夫子所对答的一条，成一颗孝敬的。吼、哦，因为夫孝者，得之本然，教之所以生也，含孝的真重要。吼、哦，孔老夫子呾讲，讲这个孝啊。哦，那是国君到庶民会当运用，哦，在国会当治国，在家会当治家，在心会当修心养性，哦，所以讲呢，每一部经卷拢非常的重要，哦，事实咱都有咱好好去啊实践，哦，先通通人性经嘛袂歹啊，哦，迄是咱关心德君，哦，所哦传授的一部经。其实经卷，咱拢有通好好去研究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当然，在这当中啦吼，啊，伊讲菩提自性本来就清净，其实咱自性本来就是一点不染。哦，因为咱落入这个环境当中，受着气氛所污，哦，习性所染的当中，这物件环境，还是你啊，当有这阵哦，无好的物件。所以讲，这就是一定爱共牵除掉的。哦，无过去咱心内底过这物件叫三毒贪嗔痴。哦，清净经甲你讲爱常念，爱用方法，啊，人人爱常念天，地欲之心自生，定之心之心自生，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灭。咱爱知影方法，爱有清理的作用。哦，咱内底若有无好诶，思想念头，无清气诶一个啥，哦，偏差诶念头啊，来导正，哦，这就是咱咧修诶一个哦功课，哦，修诶一个功课，哦，啊，当然咧，咱经典上拢有教咱方法，其实咱若好啊去啊，啊，用心去啊看，其实拢有教咱个法门，是大下内底根本滴滴，这就是拢去除咱无好诶物件。哦，这就是拢教咱哦，这个要修心养性，一个功夫。修心就是爱有这个物件，哦，即不必以生意，生意正心，
吼，这是对修身的一个一个帮助啦吼。所以讲呢，六祖直接就甲你讲，咱本来自性佛性的当中，本来就是清净。他拄仔伫遐尼讲的讲，哪会当用着心，用对心，莫错用心，这是一个关键。这嘛是真正一个啥？咱应该爱用心的所在，用心的所在，当然直接就当受分。其实六祖内底，伊内底这个当中，伊对头到尾是咧讲故事咱听。其实，咱也是感觉讲是安尼，伊这是咧讲故事，嘛咧讲伊的真实的伊，得法。你看六祖以后的经济，还好咱来甲想好嘛。伊无毋捌字啊，伊闻到金刚经，伊着想要去修行啊。若金刚经有来时啊，是佛法已经过去啊，即熟着金刚经的时阵，起开吼，上头啊足闲啦。但是毋捌接触着金刚经，嘛我袂听人讲，去买一本经卷来买来看，起开也着开始哈去啊。好可怜啦，困袂去，对个、就是。天台吼，后面就差不多要困去啊，困偌久无啦？其实咱若头头仔边了解哦，原来哦，伊内底有真正哦，真精彩的一个内容。其实玉祖伊去看对伊，咱要修道，甚至要讲五天当中要大人救人，咱嘛当甲做一个亲属啦吼。你看伊毋捌字，伊闻到经文。金刚经了后，伊就想要去发心，伊迄心就发出来，伊就要去修行啊，迄就是伊累世过去，所修的一个根基、根基，交一世当中做一个契机，伊随想要去去要找五祖咧修行，咱去的当中，嘛，迄个五祖去的时候，你看伊的对答。人虽有人白之分，但是佛性有何人白之分？有何佛性有何差别？自性本来就平等的。你看伊出语的当中，非常的敏锐啊。迄个五祖的时阵，听见讲安尼这，伊头尾心内讲这个袂歹，这个袂歹。头尾就伊遐到尾先回去啊，彻查答对的时阵，佫八股话话。但是去到有一天，阮美色也袂啊，迄个问啊，讲迄个是啥物啊？讲来到这当中，你遮，外人啊当中，你安尼对，修道当中有所领会无？伊讲美色啊，早有色啊，美色伊早有色啊，欠牌啊，欠老师，一字尔。你看伊哭三个，甲来讲迄个乖啊吼，伊啊哭三个。哭三个，咱若要普通人来讲啊吼，可能咱嘛不了解，佫何况佫哭一百个、一万个，我嘛毋知影讲吼，这老师是甚物意思啊？哭这三个有甚物意思？原来迄三个就是要嫁三，三家金龙一色来找我，伫迄个因缘当中，但伊还得到五祖的真传，但是咱了解五六祖啊。迄阵得到五祖的真传，迄阵是还袂出家的哦。伊是代观受迄个法，伊也出家。若要讲来六祖咧，伊差不多咱即届三十大概普渡伊，遐头个前哨站，还是要开启的大概普渡一个因缘的开始。你看伊在当中伊传落的弟子作势，为拢受着伊的真传。甚至伊修行几啊十冬，迄个弟子虔诚的带来到伊的面前，得到六祖的一个印证正道，迄是足重要。若无得到因师印证的当中，拢是天人换道，无法当超世四传五路。所以讲，迄个法啊，迄个思维，就是拢修好伊遐等，灵师甲伊遐印证。迄个证明讲，你修的交我修的同款无？一定要得到大灵师的一个印证才行。所以讲，咱科技应用，咱到来这个时阵，得到这个时阵的，都啊天
三十大概破大的时阵，咱会当得到灵书，先互咱的哦，先互咱得，啊，再慢慢修。哦，所以讲咱的因嘛，足深的啦。哦，咱的因缘嘛，其来讲佛缘嘛，拢足深厚的。所以讲咧，咱一定爱啊，好好在研究这部经典。哦，咱若伫遮当中，着做做经，咱安尼甲研究着了，咱感觉讲，哦，咱佫比迄个着做，哦，佫足幸福，佮毋是安尼吼。哦，啊着做，迄阵咱佫毋捌字，哦，啊佫一个老母爱佮安置，啊嘛拄好迄个因缘，咱上一层因缘佮安置老母，哦，伊呾有迄个机会通佫去求法，哦，求法。甚至咧，你看玉祖迄阵当时受罚了后，吼、哦，那是咧逃命咧，啊，佫有人要甲追杀，吼、哦，你会想讲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修行拍来，啊，佫吼、哦、一个祖师的当中受罚了后，啊，佫有人要甲追杀，吼、哦，是恐怖的代志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嘛无因安尼追杀的当中咧，吼、哦，伊安尼咧换啊退去，所以讲咧。迄、那个慧能啊，先趁着种人，先救着玉祖。哦，你看，啊，所以讲玉祖就是啥？啊，迄、那个慧能就是玉祖啊，第一个度的一个。哦，迄人咧讲，甲伊讲哦，你交我同款哦，当出世哦，我做这个所在。所以讲咧，人咧讲起来吼，啊，伊十五年伫个人民途中啊，比伊内底。虽然呢，足艰难个啦，甚至呢，哦，迄阵伊食素食无方便嘛，迄、那个讲食饱饮菜，啊，伊迄环境实在是，哦，太艰难，所以讲起，哦，啊，当然伊有一段过程啦，咱也慢慢去甲了解，哦，你看玉祖伊要修行，真正给咱足大个一个考验，哦，甚至呢，哦，伊环境呢，嘛当当然啦。伫迄环境内底，家己装修、家己活咧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咧，伊安尼当中拢无退道、无退钱，吼、哦，到后尾咧，呾收入一笔，用作为祖师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咧，咱来当咧好好来研究，啊，去鼓励一寡，吼、哦，咱一寡同乡会当来过来参见，吼、哦，当然这是功德无量，嘛会当叫咱咧会当，吼，大家同齐提升。啊，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吼，因为当中呢，啊，因为互我当然对这部经呢，有咱去咧学习啦吼，有足侪不足的所在，哦，当然呢，以后可能就是，哦，咱点个书若毕业了，咱点个书来负责任的来准备开始啊吼，啊，我呢，啊，最后祝咱身体健康万事。二十一学二十一。